一些我们相信已经隐忧的事情，就是现在目前啊，大陆抽沙床啊这么严重啊，这几天可能会比较好一点，可能是风难的问题。我不知道，或许说县政府这边会说，哎，这是中央啊，可是海域是我们的，真正这样抽沙下去的话，一定对我们这边整个海渔业结构哈，一定会有影响。虽然是权责在于中央，可是我们县府这边有什么因应措施？请主席裁示，请县长做个回答。好，请县长做回答。非常谢谢啊，民安员关心啊，就是大陆抽沙船啊，就是违法抽沙，对于整个海洋以及马祖的一个渔业永续发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，也提到这个虽然说权责在中央，但是我们非常的关切，也是透过各方的管道啊，有一些积极的作为。那县府更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啊，由秘书长跟这个刘瑞南参议负责拟定一个可行的方案，希望透过各种的管道啊，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。那在这个离岛三县联合运动会的时候，我们也在三县市首长会议时候提出啊，这个对于抽沙船我们的作为。那目前啊，我们也把这样子的一个建议，就是透过各种的管道，有正式的行为，以及地区的战中汇报，提出这样子的建议啊，给中央、给行政，希望能够朝着我们目前的方向来做。第一个就是，据我们目前的了解，那大陆的抽沙船目前都是在莒光乡的西侧海域这边集结。那地区的海巡啊，限于法令的规定啊，对于600公尺禁限，6000公尺禁限制海域外啊，是没有执法的能力。所以说，我们建议方案是，第一个就是希望说能够扩大执法的这个范围，不仅仅在6000公尺禁限制的海域之内。在对于这个我们岛跟岛之间的这个海洋，甚至我们的领海范围有这种违法的行为，希望海巡都能够去执法。第二个就是，我们是希望这个执法的，目前是以刑法优先，就是说对于啊这个违法的这个抽沙船，要以刑法，就是要透过法院的这个审判，地检署跟法院的审判以后，才能够拍卖，或者人员的一个处理。那旷日费时啊，那我们地区的这个船期又有限，常常你抓了一艘、两艘的抽沙船以后，我们整个港区等于已经瘫痪，没有动能再去执行。但是透过这个刑法的一个审判程序啊，最少一艘船可能都要半年甚至到一年。那澎湖县长也提到，他们在澎湖那边有一艘，就是抓到抽沙，结果经过这个刑法是超过一年。那我们这边也不断的跟地检署这边协商，希望能够加快速度，但是也将近需要半年的时间。那我们希望说修改法令啊，加速这个处分的过程，甚至可以利用行政法，让我们地方政府来介入啊，透过行政法加重处罚，加重这种流通啊，能够对于这个抽沙船的违规事件啊，能够加以遏制，有这个吓阻的效果。第三个，我们是希望就是两岸能够联合执法。那这个部分包含我们的交旅局，包含我们的长分发处，包含我自己，都跟大陆的省台办以及大陆的市台办都不断的沟通，希望他们来执行。那我们的海巡署跟
大陆的海洋渔业局的执法船也会有沟通，但是啊，目前啊，联合稽查的频率太少，而且不稳定，执行的这个效益是很巨大的，但是执行的频率太少，机会太少，所以没有办法达到遏阻的效果。那这是第三点，我们希望努力的方向。第四点，我们也建议行政院啊，既然这个沙是一个重要的资源，也是国力的重要一环，我们也希望建议啊，透过我们国家合法的开放来遏制违法，因为合法的开放不仅仅可以增加我们的国家的资源税收，也可以愿透过监控能够合理有效的这个监控，然后避免过度的这个抽沙，或者是过度的影响生态或者是环境啊，能够让海洋永续发展。那我们有四个方向，希望行政院能够朝这个方向做，但是目前我们的管道并不是非常的畅通。那行政院方面除了海巡署的副署长来之外啊，目前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回应。那我们跟大陆这边省台办市台办的联系，他们都承诺一起联合稽查取缔，但是效率以及执行的频率也都太少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关注，持续的推动，希望能够有具体的效果发生。现在你的意思说，在这一方面的话，我们现在我们的立场还是以无能为力就对了。虽然说无能为力，但是我们非常的关切，有任何的机会管道，非常关切，我们等于说只能是在旁边关心，有一关切者而已。没有办法阻止这个他们抽沙的进入，是，就是因为他这个东西，两岸之间哦，你讲的刚才6000尺，你往六千尺的地方抽下去的时候，沙一定往低处流，是，会变成我靠近我们这边沙，一定也是会流失掉的，是，虽然是在于规定线里面在6000公尺，可是他抽到六千，我们变成5900去的，是，这沙子一定是往低处流吧，是，这方面我希望说，干脆你就我们自己就提案是说，这时候要速审速决。你船这边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提一个船，赶紧拿去做标靶算了，做那个人工鱼礁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。你政府假如说出那么慢，那就你讲的，我们县政委是有限，海巡辛辛苦苦抓了两艘进来，一直那边停那两艘码头就没有地方放 ，H1、H2、H3，只能停到1万那边，那停了两艘，那其他船只就影响到整个我们整个码头作业。是，他们抓进来都抓多了，没有地方放。不抓了，他们又这边猖狂，这样子抽一直抽沙，所以很严重，已经严重到影响了我们这边生活。是的。然后呢，还更影响到我们去举问航线，还有据说还要去经过那个海巡来开道，这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我们到举关的海域，怎么还要靠海巡来开道？对，这是影响甚大。所以说我这方面哈，我希望县长这边哈，干脆我们自己看怎么样，是拿去，假如说。因为现在废禁的因素，疫情的因素，根本人家大陆也不会来标这些船，也要是人也准要过来标嘛。所以说这些船会停在那边的时候，你不抓也不行，你抓那些地方没有地方放，你干脆建议拿去当鱼礁算了。我们有这样子建议啊，就是、既然它破坏我们海那个生态，那我们把它拿过来当人工鱼礁，也是一个方式啦。是，要不然反正这些钱，第一我们也轮不到我们县库。是，对，是海军弟兄也没有分到奖金，那你还不如干脆就给他做鱼礁去了，是这样子，我认为要杀鸡儆猴的话会比较好一点，是，因为跑这些船，那些船只几乎都是没有牌照的，都是以应该是没有牌照才为主的，是，所以这段时间就是好像我们两岸相当中停止这段时间，就是就如县长你刚才讲的，应该我在抢，本来想请教你的，这段时间你跟大陆电话联系应该是没有中断过。所以说，以我们跟大陆之间电话联系，应该是问题不大的。所以说，我这方面的话，我希望说县长这边再积极一点啊，看大陆这边哈，干脆两方面一起出来来查缉这些抽沙船。那么这方面，我希望县长这边的话，要因为这个已经很影响到太严重了，是的，好不好？